等一下，这个我要问妈妈。出去玩的时候，我今天请示妈妈。你有请示啊，非常棒。像农历的话，它有很多禁忌。其实是尊重妈妈了。什么衣服你也会管她吗？会呀、啊，你看，看今天她穿那个，你看。你叫你妈妈，你会叫妈妈吗？不会吧？妈咪啊。哎，那你也是妈咪 boy。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爸妈就很大，千万别错过哦。